好久没玩雪地图了，来酿酒厂走一步。哟，那边还有两个小老弟呢，给我站住，今天没交门票谁也别想走。我去，没枪，这个战略性撤退一下，想来问题不大。不是，这怎么都不刷枪的呀？我也是醉了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哎，蝎式手枪，哎，现在看到这个蝎式手枪都觉得它香啊，可见我现在有多穷了。哎，看到你了，站住别跑，你今天能跑得掉，我把这蝎式手枪给吃了。等等，有脚步。哎，不是，你凑什么热闹，无辜躺枪了不是？那个各位，吃蝎式手枪时咱们先欠着好吧，我先把这些东西添了，你看看这医疗箱不香吗？楼下有脚步。哎，咋回事，那人躲哪儿去了？不知道他再不出现就会有更多无辜的队友因此丧命吗？哦，哟，巧了老弟，哎，就剩13发子弹了，至少千万不能怂，犹豫就会败北。哦，就剩一发子弹，极限反杀，真刺激。哎，你看这还是满血，就问你怕不怕。差不多了，撤。哎呀，这波枪水的不忍直视啊，看这波机瞄 AK。 来车了，来车了，弟弟们动手。漂亮，应该还差一个。起火，舔包舔包。等一下，还有人。直接扫爆，不跟他讲道理。不对啊，怎么还有车声？哎呦，还好闪得快，这老弟可以啊，万军从中去表弟手机。没事没事，反正在烟里，直接扶就好了。我擦，又来，这再多来两次咱们估计就得团灭了呀。行，咱们今天算是跟他结下梁子了。我的乖乖，都冒烟了还来，第三次了，这都敢开车 1v3， 你这是用生命在拼啊。漂亮漂亮，就不能给他惯着。你别说，今天还挺热闹的，哪里都是人。哎呀，表弟，你咋又给人安排的服服帖帖的了？哎呦，谁撇的手雷呀？刺激。哎呦，舔包呢老弟。哟，还有队友。哎，弟弟加油呀，漂亮漂亮。等等，刚才隔壁楼是过去了个吉利服，来个82年的手雷给他尝尝，一颗不行那就再来一颗，今天不得给他炸得服服帖帖的。连烧带补，够狠，走摸过去。最后这人去哪了？哟，幻影坦克，关注记得点哈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